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丽。今天要开箱的就是这个呢，是我在淘宝双十一的时候买的东西。今天已经12月8号了，紧张间要隔了一整个月的时间，它终于到了。那其实这点也算是我的小失误啦，因为我到转运中心的时候，我没有选空运，我那时候选海运。海运基本上大概就是要20天以上，所以到现在东西才来，等超久的。而且我一度以为我的东西已经不见了，因为我淘宝的物流那边已经更新了，可是他就一直说我东西还在海上，反正就是很烦就对了。然后等了超久，终于到了。那里面有我的东西，有 Hilia 的东西。那就打开给大家看吧。好，我们就一个一个开给大家看。先开这个，好，这个应该是拖鞋。哦，没错，这是我在淘宝买的拖鞋。我记得一双好像是19块人民币，所以将近大概88块台币吧，还蛮好看的啦，就是 Monster 的。黑黄色的，摸起来的质感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来得好，还蛮乱的，穿起来应该会蛮好穿的。等一下再穿给大家看。好，这是第一样，第二个是这个应该也是拖鞋，那这应该是 Hilia 的拖鞋，这个好像是室内拖，然后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草莓的拖鞋，没错，这个大家看，草莓的拖鞋，这个也很软呢、欸。是还蛮可爱的啦。那它这个不只有草莓的，它还有西瓜、凤梨。还有哈密瓜、奇异果啊，还有奇异果，男生的奇异果，对，奇异果好像也蛮可爱的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去看，我都会再把链接放在下方的说明文啦、啊。对，如果大家双十一没有买到的话，双十二马上就要到了，大家可以去抢购。这样，好，那我们再开下一样。我必须说，我真的是傻爆眼。我开箱录的那些，只有前面那一段可以用而已，后面全部都损毁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那天检查的时候还是好的，结果真的要到剪辑的时候，突然档案就损毁了。我又已经把原始档给删了，真的是傻爆眼欸我。那因为也没有办法，我开箱该拆的全部都拆了，那 Hilia 买的东西也都让他拿回家了，所以我想说，那我补录我的部分好了。那我的部分其实也只有衣服跟裤子而已，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说我买了什么衣服跟裤子。总之就这样咯。首先呢，就是要跟大家介绍这一件，这件呢是拼色的帽 T，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还蛮喜欢的，它是三拼色的。那我自己个人是一直都很想要买双拼色，双拼色就是左边跟右边。不是拼上下，而是拼左右。对，可是我就一直找不到，我找了很久，终于找到一件是三拼色的，还是不错，看了还可以接受，所以我就把它买下来了。它是厚的这种帽 T 哦，然后它卖超便宜的，它一件才卖49块人民币而已，相近大概是220块左右，很便宜。等一下影片的后面会有试穿给大家看，这样。对，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喜欢的啦。然后再来就是两件裤子，一件呢是这件裤子。这个裤子同一个颜色，我之前有买过另外一件，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好穿，然后又好看，所以我又再买了两件这样。我买了这个颜色，还有这个。这个其实是他送错颜色的，我买的是浅灰条纹的，然后他送到黑白条纹的。那一样我在影片后面会穿给大家看，它是属于中国民俗风的那一种感觉。那我觉得它搭在不同的衣服身上就会有不同的风格，对，我觉得还蛮酷的啦。我自己现在也是穿同一款式，可是是不同颜色的，是这个。有看过我影片的应该都有看过我穿过啦。那必须要讲说，我收到的时候有点小抱怨，是因为这个颜色跟我那时候订的颜色其实相差蛮远的。因为我订的是酒红色的，然后它其实这有点像是棕红吗？还是就是我觉得有点是褪色的那种红色啦，就不是我想要的颜色。然后这个也是，我明明就是订浅灰条纹的，然后它来了黑白条纹的，我也是傻爆眼。那我是有问客服说怎么是寄黑白条纹的，然后他们说他们寄错了，他们说如果下次有再订的话，可以直接算我半价。就想说那好吧，那我双十二就再订一件，就我可以直接半价，因为它真的还蛮好穿的，我个人是还蛮推荐的，又好看。除了这两件裤子、一件衣服之外，还有一双鞋子。那鞋子的部分因为已经开箱，然后也穿过了，所以我就直接在最后的影片给大家看。最后呢，就是这个呢是波雅 BY-NN1 的指向型麦克风。我自己本身是有另外一个麦克风，是罗德的，是这一颗，两个都是可以接手机的，只是说这个是还可以接相机的，所以我就觉得很方便。那时候就想说再买一颗。这个的话，我现在就不开箱了，我之后会再做一个开箱的比较，是这个波雅的跟这个罗德的比较，这样。听说两个是差不多啦，那这个我已经拆开了，在这边做之后就可以会这样装，然后它就可以直接收音。那这个是罗德的，这个是波雅的，对，那我会再录一个开箱比较。那我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，那接下来呢会把这些换上去给大家看。
以上呢就是这次的淘宝开箱啦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跟我一样在双十一有买一些东西这样？那如果你是买不够的人，淘宝在这个月双十二也有活动，如果大家想要在双十二大买一波的话，记得我在下方说明文放一个链接，这个链接是可以让你每天去领红包的，可能领到一块、两块或者是五块，不一定，就是看运气，随机的。所有你领的红包都可以跟其他的折抵去做抵扣的，你能领多少就可以去折多少，这样一样也有跨店满200就可以折20的活动。那详细的活动大家都可以去淘宝看一下。总之呢，你在双十一没有买够的人，好不好？双十二就趁着这一波，错过真的就要等明年了。那今天所有开箱商品的资讯呢，我都会放在下方说明文的链接，大家可以去看哦。今天的淘宝开箱就到这边了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，在下方帮我点个喜欢，也可以分享给你爱购物的朋友。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收看频道的人，记得一定要按下订阅加铃铛。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喽，拜拜。